含有莱克多巴胺美猪在明年就要开放进口，但行政院先前却发函给各县市政府，要求自治条例当中只要有关来剂零检出的部分，因为跟中央抵触了，所以必须要限期修正，当时引发地方的反弹。台北市长柯文哲暌违一年半，再度到行政院亲自向院长苏贞昌表态了。那么当下喊出了四点建议，包括标示莱猪、公布源头流程图，还有要修正残留容许量单位以及新增税号。会后柯P亲上火线说，他不是来吵架的，跟当众建议苏奎不要搞到社会动荡不安。市长今天来站莱猪吗？挥挥手，面带笑容，信心满满。台北市长柯文哲暌违一年半，再赴行政院会站莱猪。人才刚进政院办公室，柯P脸书就打卡喊话，准备提案报告、源头管理、明白标示。开会一小时后，亲上火线说明：我们也不是来吵架的嘛。如果在美国卖猪肉，他都可以标示莱克多巴胺，有什么理由在台卖猪肉不用标嘛？啊，你都知道这个是含有瘦肉精的猪肉，你要买就买，不买就算了。但是我不希望说人民没有选择的权利。我跟苏院长说啊，这个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何必搞到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呢？这样不需要嘛。当面向行政院长苏贞昌喊话，柯P更发出新闻稿四点建议，除了美猪标莱克多巴胺外，还要公布源头管理流程图，残留容许量单位不留模糊空间，更要针对莱猪新增税号。但先前卫福部长陈时中表态，新增税号有如标签化，恐让对方不满美猪被歧视。如果我们单位要改 PP， 那就不要写0.01 PP 嘛，就改成0.01 PPM 嘛，不要何必给人家留下一个说台湾故意要放水的这口实啊！不管是欧盟或中国，它是有莱克端根本就不给它进口，允许你进口，但需要你标示。你说哪一个比较合理？做一个主权国家，你知道，也不是说完全都全部听对方的嘛。台北市办的牛肉面节哦，今年冠军用的就是莱克多巴胺的美牛。如果莱克多巴胺有问题，我相信台北市也不会由副市长亲自去颁奖。根据了解，苏贞昌听完柯P发言，只说谢谢，希望可以处理到最好。但柯文哲先前才逼苏奎失智，如今放低姿态，站莱猪，软硬兼施。记者陈武强、曾俊伟、王玉文台北报道。